猎豹突击队是你父亲曾经站到过的地方，也是你的参军目标，对吗？兵中之王的圣地，我唯一的目标，这辈子。梦想很伟大，可现实啊，很糟糕。 更糟的事不是已经发生了吗？一名炊事兵要当一个特战队员，你还有什么好怕的？艾参谋，今天这话就到此为止。我要靠自己的小走路，而不是别人的同情。燕不月，我们是战友。 欢迎你来找我咨询，加油。